起立，行嘞，请坐。啊，各位，第33届法律子弟学院啊，各位学员，大家较早，我还有个在嘛是，哇，今仔安尼，无感觉讲是台湾的热天到啊嘞吼，即摆已经7月初啊吼，我看个，我拄啊知啊入来呢，哇，两台冷气机安尼，互我惊一下吼。一冬外前开始吼，无冷气机啦，哪有遮好命的吼？啊嘛无电风呢，啊毋知安怎上课吼？啊我若下课了吼，规领衬衫拢脱起来会使穿的啦吼。啊就是安尼，咱即个建国学院还是法律子弟学院吼，就是开始遮尔啊辛苦吼，啊一路慢慢慢慢。啊，行到即马第33届吼，啊有一个规模啊吼，啊这是值得吼，啊咱欢喜的所在，啊要感谢吼，咱即个民政府遮领导阶层的即个共同拍拼吼，啊今仔到遮，一冬外年尔呢，一年外尔呢，都即个成果吼，啊真无简单吼。啊，最近呢，差不多3天前吼，埃及，咱知影埃及吼，伫北非一个国家吼，伊即个民选的即个总统宣誓就职，这真无简单呢。埃及是经过30-40冬吼，即个独裁政权，啊，引导，要引导一个独裁政权，伊要安怎引导的呢？伊毋是讲吼用大炮吼甲引导呢，毋是啦，伊是靠人民的力量。安那嘞，伊动员哇，毋知几十万人吼，啊，伫埃及首都吼的即个广场，伫广场吼在示威，连续几若礼拜吼，独裁政权哦落台，决定落台，啊，这就是人民的力量啦吼。有法度靠动员几十万人，伊就爱倒台啊！吼，啊，台湾人相共啊，咱若有法度动员10万、20万人，伫台北总统府的头前吼，你甲挡一礼拜、两礼拜吼，中华民国绝对倒，绝对倒吼。啊，但是埃及呢，伊即个独裁政权倒了后吼。换一个临时过渡时期的民政府，吼、哦，这个民政府呢有答应讲要办一个迄个选举，吼、哦，人民就去选举，吼、哦，啊，选这个总统出来。结果呢，伊落台了，经过将近3个外月拢无动静，哇，这埃及的人挡袂牢啊，佫站出来。搁伫个广场，好啊，当晚几若十万人哦，搁徛出来，徛几礼拜了后，答应讲伫6月要选举安尼吼，啊，结果伫6月开始选吼，啊，选举的结果呢，票呢真接近，一个是回教的即个组织，就是 Muslim Brotherhood 吼，的即个组织的票呢。差不多较无50%吼，啊，另外一个是军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吼，票啊40几，哇，差不多要甲平平吼，啊，所以毋敢公布啦，吼，啊，挡要甲一礼拜吼，哇，遮国际啊挡袂牢啊吼，啊，埃及人啊挡袂牢吼，啊，最后无法度宣布即、这个。Muslim 吼，即个回教的即个 Brotherhood 兄弟会的即个候选人当选安尼吼，啊，所以3天前伫最高法院宣誓就职吼，啊，我听遐即个演讲词吼，啊，即个最高法院的即个判官
啊，有讲话吼，啊，听啊真感动吼。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民主的政权，啊，就是经过一定的努力吼，才变成做一个啊民主吼的一个国家吼。啊，台湾无共呢吼，你讲台湾选举吼，选举部，问题是人埃及的国家吼。你甲问讲你是虾米人吼？伊绝对讲伊是埃及人，无第二句话啦。伊讲你是少的，毋问我虾米人，我绝对是埃及人啊！啊，台湾无共呢。台湾问讲，你是虾米人啊？哦，伊就拄啊上几波啊呢。啊，我是台湾人啦吼，无啦，我台湾人啊，佮中国人吼，啊无我是中国人啦吼，有三种呢。啊，其实啊，佮有第四种。就是日本人，就是日本人，所以台湾这个国家吼，的认同无共识吼，啊，佮台湾伫这个中华台北这个流氓政权的体制之下办选举吼，迄是无正确的，所以咱家来讲，哇，国外安怎咧选举吼，选总统安怎安怎吼，台湾情形无共。哦，毋是安尼吼，啊，所以啊，到底啊，咱是虾米人？你讲问讲虾米人的意思吼，就是讲你是倒一国的人啦，吼、哦。啊，台湾都啊，佫毋是国家咧，吼、哦，啊，佫毋是国咧，啊，所以你讲倒一国的人的话，确实有影吼，毋知要安怎回答啦吼、哦。啊，咱拢知影吼，伫即个1895年。马关条约，还是讲下关条约吼，即、这个日本甲清朝咧休战的时阵订即个条约吼，伫即个1895年以前啊，咱的祖先啊，咱的阿公阿祖啊，因是虾米人？日本人甲叫做强国咯，清国咯啊，吼，还是讲清国人吼。迄当时咱是清国的人吼，但是呢，即、这个马关条约了呢，将台湾澎湖割让予日本的时阵呢，台湾在地的这本土的台湾人呢，变作日本人，咱是日本籍，吼、哦、啊，即点呢，因为经过国民党吼、哦、60几年的教育吼、哦。啊，咱拢袂记吼，啊袂记讲，啊，咱是日本人呢，咱的祖先嘛日本人呢，吼、哦，啊，所以即、这个战争呢，日本统治台湾，一直到1941年有一个太平洋战争，吼、哦，啊，咱拢知影吼，啊，日本去轰炸即个珍珠港，哇，啊，美国就挡袂牢啊。向日本宣战，啊，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吼、哦。啊，咱知影根据战争法，国际战争呢，就是要有宣战，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这就是战争的开始吼、哦。啊，有宣战这个程序，啊，你有宣战呢，一定要有终战，啊，终战的程序是啥物？就是。战争的国家呢，要订一个和平条约了，这个战争才算作结束，吼、哦、啊！所以太平洋战争从1941年开始呢，一直到1945年，因为美国有2粒原子弹炸落去日本，吼、哦，一粒是南加萨基，一粒是希罗西嘛，炸一个日本。无法度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虽然是无条件投降呢，这个战争呢终止哦，但是毋是战争结束。啊，战争结束呢，就是要等到1952年，这个旧金山合约，48个国家参战的国家签字落，这个太平洋战争。才算作结束，吼、哦！啊，咱知影旧金山合约
内底条文呢，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一切管理，啊，伊放弃，日本放弃了呢，即、這个管理要交啥物人，无讲，啊，所以1952年开始呢，台湾的地位本来是日本的领土，吼、哦。本来是日本国的、日本籍的哈。1952年以后，旧金山合约以后呢，咱的地位，台湾的地位叫做未定，啊，无决定就对了哈。啊，有的人佮用作悬空啦吼，咱的地位都吊在空中安尼吼，无决定，一直到现在哈，无决定。啊，所以无决定的时阵，啊，咱到底是？什么人呢？吼、哦！啊，咱知影，这个《马关条约》了呢，伊这个条约内底有一条，就是讲有2年的时间，予在地台湾人选择，当你是要做日本人，还是无爱做日本人？啊，你若无爱做日本人呢，你会使啊变卖你的财产，吼、哦！啊，会使无爱做日本人。啊，但是呢，咱知影这个啊，1952年啊，有一个合约叫做《日华合约》，啊是叫做《台北合约》。啊，这是安怎定这个合约呢？这就是伫台湾的中华民国甲日本签一个和平条约，因为日本甲中华民国伫中国吼、哦、有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吼、哦，啊，所以一定要签一个合约，啊，因为旧金山合约呢，中国啊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甲中华人民中华民国拢唔是签约国，吼、哦，伊48个国家内底无中国，啊，所以为着要结束这个战争呢，啊，签一个日华合约，啊，这个日华合约。伊内底有一条呢，就是讲，即、這个1952年《日华合约》内底，伫本土的台湾人，1945年伫台湾有户籍的，啊，甲伊后代呢，被视作，啊，就讲被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哦，条约安尼写吼，就是讲即个条约呢。将整个几啊百万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呢，一夜之间吼、哦，都变作中华民国籍，啊，这是违反国际法吼、哦。啊，当时呢，美国、英国拢提出抗议吼、哦，提出抗议，啊，所以1952年开始话，咱就变中华民国籍的吼、哦。啊，但是呢，历史这个物件吼。哦是动态的，一直在变吼，伊毋是静态的。到1979年啊，这个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啊，就含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啊，断交呢过去1952年签的这个日华合约啊，变作啥物？变作无效。啊，无效的时阵，《日华合约》甲咱讲，咱是中华民国籍的。啊，这个合约无效啊，啊，咱是啥物籍的？我煞唔知影咧，吼。啊，所以呢，一直到啥呢？2006年啊，这个林志升先生顶吼、哦，有200几个人吼、哦，去控告美国政府。哦，向美国政府提出告诉，你一个台湾人吼、哦，啊，要告一个美国政府呢？啊，这美国是世界上强的国家呢，你敢来告吼？你就是爱有相当的把握，啊，无你免来告吼。啊，去告美国吼、哦，你嘛是爱请美国律师呢吼、哦。啊，美国律师的律师费用是摕美金的呢吼、哦，这唔是开玩笑吼。哦啊，所以就给告了，啊，表示讲这个林志升先生何水源吼、哦、，Richard 叫做 Richard Hudson 哈、
好随缘先生吼，因即个论述啊，正确个，徛会条个，伊较敢去甲告吼，啊，所以向即个美国地方法院告甲高等法院，一直到2009年三年以后啦吼，高等法院有一个判决文出来吼，啊，即个判决文呢？因为咱个告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是讲《旧金山合约》，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吼、哦，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吼、哦，伊对台湾有管辖权。既然呢，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啊，你对伫在地。台湾的台湾人呢，你有义务保护，吼、哦、啊，在地台湾人享受美国宪法的这个人权的保护，啊，这個、人权内底第一条就是讲自由旅行的这个权利，啊，所以咱会当自由世界旅行，啊，咱要安怎旅行？啊，你无证件要安怎旅行？所以美国呢有义务呢。爱发予本土台湾人叫做旅行证件，吼、哦，咱给过这个物件，吼、哦，咱就是讲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啊，所以2009年呢，最高法院的判官呢，伊有承认，伊讲你这个论述呢，我无法度，法院无法度给伊调整，吼、哦，这论述是正确的，吼、哦。啊，但是承认讲台湾65年来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哦，伊判决文是安尼写吼。啊，台湾即个60几年来吼，无、哦、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哦，即、這个政府呢，台湾人无要个承认吼，无、哦、一致认知的政府。啊，台湾呢，诶，国际地位。在国际上呢，无有一个啊地位安尼吼，有这主要这三点吼、哦，有讲安尼吼，啊，所以表示呢，林志兴先生这个告诉吼，诶，唔是输呢，是赢呢，吼、哦，就是美国嘛承认吼，但是呢，伊这个法院就是咧讲，什么人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司法问题。啊，所以法院讲，伊这个案件呢，到这伊无得阁判落去啊，吼、哦。所以将这個案件呢搁置，哈、哦，就是到这 stop 安尼，哈、哦。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讲，这个告诉呢是成功的，哈、哦，成功的证明讲啊，确实台湾哈，无、哦、一致认知的政府。台湾的国际地位无确定，啊，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啊，台湾人无国籍，吼、哦，啊，这就清楚啊，吼、哦。啊，所以代志演变到这的时阵，哎，这个民政府啊，开始伫旧年接受申请本土台湾人的这个身份证，要来证明讲，啊，咱就是本土台湾人。咱的阿公、咱的老爸，还是咱的阿祖，伫1945年迄个时阵，伫台湾有户籍，吼、哦，即个证明咱是本土台湾人，吼、哦，啊，会当申请即个身份证。啊，根据即个民政府发的即个身份证，以后呢，会当申请美国发的旅行证件，吼、哦。虽然这旅行证件呢也未落来哈、哦，咱有提出申请啊哈、哦，但是也未落来哈、哦，啊，应该是时间的问题啦哈、哦，已经，哈、哦，照林志兴先生咧讲，可能要去差不多2个月啦哈、哦，啊，那落来哇，这是台湾人还是民政府哈、哦，会大胜利哈、哦，表示这论述诶正确啊。啊，无你美国无代无志，那发这个旅行证件，你凭什么发旅行证件？伊就是对台湾有管辖权，
所以这点呢，啊，咱要真清楚啦，吼、哦。啊，即马就是讲，啊，到底呢，啊，中华民国是啥物弯过安尼，吼、哦？咱刚才话中华民国安尼好，安尼每四年啊选总统，选啊变变叫安尼吼。我在座可能嘛足侪热心光叫啊，吼、哦，规大堆吼、哦，出钱出力的吼、哦。啊，迄拢毋对吼、哦，因为你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啊，台湾嘛，也阁毋是一个国家吼。即、哦这个美国一再甲咱讲，但2007年吼，伊、哦、即个国务卿就一直咧讲啊吼，啊，你中华民国甲台湾拢毋是主权的国家，吼、哦，咱真清楚。啊，美国安尼讲呢，啊，台湾即边的即、这个。诶，总所以诶，总统嘛，点点嘛，嘛毋敢讲话啊，吼、哦、啊，所以安那讲呢？因为呢，国家甲政府啊，两个无共诶观念吼、哦。咱知影，比如讲中国诶历史吼，莫讲伤远，比如讲明朝啦吼、哦，啊，明朝互清朝拍倒吼、哦，清朝淹倒，啊，明朝嘛灭亡啊。啊，清朝就爬起来，明朝嘛是叫做中国的吼，清朝嘛叫做中国的，但是明朝是政府，啊，清朝嘛是政府，意思就是讲，这个政府会使改变，哦，政府的名会当变，但是国家无变，吼、哦，国家嘛是叫做中国的吼，啊，顺，这个清朝呢，伫1912年啊。哦，孙中山这人引导，哇，清朝嘛灭亡啊，哈，啊，中华民国爬起来，哈，但是叫做中华民国，啊，嘛是中国啊，啊，伊个政府呢叫做中华民国，所以政府有变，名有变，但中国无变的，哈，啊，这个1949年啊，伫中国啊。共产党打赢国民党，我国民党打到走无路吼，最后逃亡来台湾吼，啊，所以1949年，所谓中华民国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去，吼，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伫1949年就建国啊，吼，啊，伊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啊，伊国家嘛是叫做中国啊。中国拢无变就对啦，政府咧变吼、哦。啊，照讲呢，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互推翻了都消灭去，无去啊咧吼。啊，中华民国照讲呢，1949年都已经伫中国死啊咧，灭亡啊咧，哦，共产党灭亡去啊咧吼。啊，结果呢，因为冷战的关系啊，美国。救到蒋介石吼，将蒋介石伊个军队、伊个警察、伊个所谓即公务员的系统呢，用即个美国的政监呢，佮载来台湾。啊，所以伊本来是灭亡啊咧，到尾无完全灭亡吼。即、哦这个中华民国呢，伊个领土还佮有金门、马祖，佫是中国的领土咧，无叫共产党占去，啊，所以无完全死亡啦，吼、哦，无完全死。啊，但是伫中国的中华民国，啊，佮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敢有相共？照讲是无共的，吼、哦，因为是中国的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啊，吼、哦。啊，伫台湾这个呢？蒋介石逃亡来台湾，1949年吼，过一年，伫1950年，伊讲伊要做总统啊，吼、哦，啊，历史甲咱讲，蒋介石要复寻世事吼、哦，哇，即咱教科书拢有读咧吼，就是讲伊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总统，啊，就做总统啊咧吼，啊，所以伊即个中华民国甲中国迄个无共吼，啊，即马伫。直直咧话讲，中华民国建国100年，迄才是无一定啦吼，因为伫1949年已经无去啊，断去啊吼。啊，所以
就是讲哦，大家了解吼，即、這个政府啊，甲即个国家吼、哦、是无共的吼，啊，政府会变，啊，国家袂当变吼、哦，啊，所以到即卖呢，啊，甚至啊，民进党呢，嘛是咧话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哇，安尼台湾有死的吼、哦，因为。政府这个东西你如果被打倒的时候被打倒那个打赢的可以接受你一切的这个财产一切的这个资源一切的东西都接受了你这个清朝接受明朝一切的东西相同中华民国也是接受清朝所有这些东西啊，咱知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差不多伫1960年代、1970年代，世界有一个国家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啊，伫欧洲，比如讲德国、法国啦、吼、比利时啦，即较早中华民国有设大使馆伫迄个所在，哇，即拢接受伊，吼、哦，因为伊用拍倒啊。就无去啊，消灭去啊，所以才会当接收啊，哦，甚至你海外的这些钱嘛，当接收啊，啊，所以咱若话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哇，靠妖啊，爱得好得该接收啊嘞，哦，所以拜托你话呢，吼、哦，啊，所以这民进党的吼、哦、话呢是唔对，绝对是唔对哈，都白白要将。台湾要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嘛、哦、所以這樣是不對的、哦、所以我們就知道、啊、中華民國這個東西、哦啊、中華民國呢它在1912年成立、哦啊、所以1912、啊、跟中華民國是第一年、哦啊、所以公元呢跟中華民國呢差11年、哦啊、所以各位呢，唔好讲用中华民国啊，吼、哦！啊，你几年生的吼？卖、哦、讲中华民国几年，哈、哦，民国几年吼、哦？民国咱唔捌哩吼！啊，但是民国甲公元呢差11年，哈、哦！哎，各位爱记哈、哦，差11年的时间啦，哈、哦！所以中华民国虽然1912年成立，哈、哦，啊，1949年。啊，伫这个中国呢，都灭亡啊！哈啊，结果走来个台湾啊，即马伫国际上呢，渐渐明朗啊！哈、啊，中华民国伫国际上以正式的名称呢，叫做 Chinese Taipei。啊，什么叫做 Chinese Taipei 呢？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叫做 Chinese Taipei 哈、哦，这国际上啊，的名词就是安尼叫哈、哦。咱知影伫第一次世界大战啊，还是第二次哈、哦，这个德国占领英诶法国哈、哦，啊，法国的政府呢流亡去英国伦敦，哦，伊嘛是叫做法国伦敦。哦，变作法国政府流亡伫伦敦的一个政府安尼哈，啊，所以以这个意思 ，Chinese Taipei 意思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各位要知影哈，唔是因咧翻译讲中华台北啦，哇，叫做中华台北，唔是，就是你是一个流亡政府哈，啊，流亡政府啊，事实是有影咧哈，因为1949年。蒋介石伫中国，伊中国人啊，浙江人啊，吼，啊带一挂人逃亡来台北，诶，啊台北1949年是日本的领土啊，啊所以伊是逃亡来另外一个国家，啊所以伊流亡啊，这足清楚的嘛吼，啊所以流亡甲，诶，他一年前。一年前的款哈，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签一个 ECFA 哈，
什么这个贸易、什么和平协定啊，这表示呢，你流亡和这个啊、中国呢有这个关系，哦，即马就是讲一个国家哈、哦，啊，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国家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啊，啊，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就是伫北京的中央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欸，啊，你台北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是什么呢？伊唔是中央政府啊，中国哪有可能两个中央政府？伊就变作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啊，对中央政府来讲呢，伊是一个叛乱、一个叛乱的一个团体，哦，伊地位就是安尼，伊是叛乱团体，对中国来讲啦，吼。啊、但是伊含这个中国签这个《ECFA》，表示讲我无要阁叛乱啊，我要含你和平，吼、哦、啊解决问题。既然就是讲，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伊这个敌意啊、敌意就消除啊，因为你签这个合约啊，就无迄个敌意啊。意思就是讲，你会使。把你看作你不是流氓政府啊，哦、你可以随时回去啊，因为你都要和平解决啦、哦，所以你不是流氓啊，所以正确讲起来呢，中华民国不是流氓，啊，伊即马是虾米呢？老实讲，伊是一个难民，哈、哦，难民的这个集团，伊是难民的政府，1949年。伊逃亡来台湾，伊是难民啊，是因为美国的关系，较有可能吼、哦、用政权甲载来个台湾啊，所以伊滴个即马伊嘛是一个难民吼、哦，一个团体吼、哦，一个政府啊，所以咱就是认为讲中华民国伫台湾是非法占领台湾，是无合法的一个团体吼、哦、啊，所以呢。咱台湾人不应该去参与这个非法团体、这个难民团体所举办的选举，哦，这唔对，这是唔对，吼、哦。啊，咱若去参加因的选举呢，等于咱个承认伊合法性，和中华民国继续合法占领台湾，吼、哦。啊，所以这吼、哦，啊，咱。爱了解哈，啊，咱过去哇，大家足热心的，包括我吼，啊，那选举嘛是安尼吼，四界去做讲演讲吼，啊，即摆想想，你念头咧吼，啊，你唔对咧，啊，你安尼帮助中华民国直直活落去，安那对吼？啊，过去阮伫海外吼，伫美国咧做台湾独立运动嘛相共咧，吼，阮咧独立运动的这个。运动的纲领，吼、哦，写到偌歹的呢，吼、哦！我要用一切手段打倒中华民国，哇，这足勇的呢，吼、哦！一切手段哦，吼，包括武力要打倒中华民国。啊，结果呢，伫1990年代乌名单要打破的时阵，大家拢拼了转来，吼、哦！美国这些独立运动的人，包括我嘞，吼、哦！我1991年转来的，吼、哦！大家回来了，我拢跳来双股嘞吼！大家拢去拥抱中华民国，唔是要打倒中华民国，即马说大家拥抱中华民国，哇！即个我即360度的改变嘞，安尼咁对，安尼唔对嘞吼！啊，我是伫美国的即个大都人民的成员吼！啊，我1991年回来，我安那回来嘞，因为。我这个气象事件了吼，我就走去水电，啊去水电去请这个政治庇护吼，啊有摕到政治庇护，啊无偌久摕到日本诶水电局吼、啊。我1991年啊咧乌名单未当转来咧，我就飞去日本东京去请迄个签证咧吼、啊。啊签证的时阵。我伊就甲问我，你有机票无？我无咧。我你去买一个机票来哦，签证就要给我。我安尼赞啊，机票较简单吼、
我咧拼去买一个机票咧吼，啊来签证了，复制了互我咧，当伫我迄本瑞典护照的顶悬咧吼。诶，我这瑞典护照真诶呢，毋是假哦。哇，这护照真诶，签证也真诶吼。但是我申请诶时阵，我毋是写我地主仔诶名吼，因为护照是迄个英文字啊，吼啊，我该改做我迄个地。唔是用这个中华民国拼音吼，我拼叫做 DEH 吼，啊，我改写作我姓戴吼，戴吼，戴安尼吼，啊，所以唔知我上好，我签证就甲扩咧吼。哇，我欢喜一个呢，我离开台湾30天啊吼，唔捌转来安尼，哇，足欢喜会当转来吼。啊，结果都拄到日本的过年啦，吼，日本过年偌闹热的呢。我是讲哇，30年唔捌来亚洲啊吼，啊来遐佚佗一下吼，啊佫隔两三天才转来，哇，转来时喏，伊这消息已经传来到台北啊吼，知影讲哎，摕瑞典护照，一个姓戴，这是甚物款人啊咧吼，所以我来到桃园机场的时喏，哇，就甲冻起来，讲哎，你袂使入来呢，我讲是啊，袂使入。啊！你有我有签证呢，伊讲歹势呢，你签证是行政疏忽吼，啊，甲你断唔对。我行政疏忽，恁兜个代志啊，你甲断了就算数啊，什么行政疏忽哦？我伫遐撸几波呢，啊，就是无要发入来呢吼，到尾甲断伫机场呢吼，经过了3点钟，哇，4、5个少年呢吼，穿迄个皮个夹克吼，吼，哦，就围我来呢。就要甲杀起来吼，哦，我还没带武器包呢，还武器呀吼。结果呢，总我甲关起来吼，哇，就伫总一个飞机顶内底吼，原机甲送转去东京，哇，我迄阵就足受气啊嘞吼，我脚踏伫台湾的土地啊嘞吼，踏伫桃园啊嘞吼，啊袂当入来，吼，我足受气的。我讲回乡啊。回来故乡是我的权利啊！我这出世的这大汉啊，是安尼袂当回来吼、哦。啊，所以我就决心讲安尼，我用我家己的办法吼、哦，啊，回来安尼吼。所以6个月后吼、哦，我是1991年正月去赶出去吼、哦。我1991年6月，啊，就等上山机场哇，就大摇大摆就入来安尼吼。哎、哦，啊，你那遮厉害安尼，有法度入来。结果呢，我是摕朋友的护照啦。啊，这朋友护照哦，我哪有技术呢？哈、哦，你来找讲这个朋友，和你差不多平大汉的哈、哦，年龄差不多的，啊，面相阁有接近的哈、哦，啊，伊阁要招你呢，哈、哦，我的护照哪要招你？哈、哦，啊，结果我摕这朋友护照入来，伊甲我看看，我讲 OK， 好、哦，啊，就入来呢，哈、哦。哇，欢喜一个！啊，我著隔天著举行记者招待会，讲我回来了。哎、欸，啊，你若要找我，要安怎找我呢？吼，我是讲我转来无代志啊，咧，我咧惊啥吼？哇、啊，结果呢，伊甲起诉呢，用啥物起诉呢？用国安法。伊讲你迄个偷渡入境吼，违反国安法呢？吼，要甲办啊呢？结果办几波呢？伊甲问我，你是安那转来？我安那转来，我要安那甲你讲？我后壁啊，足侪人要转来啊，我这袂使甲你讲啊。啊，伊讲啊，无好咧，你是坐船还是坐飞机转来？我嘛袂当甲你讲啊，哦，啊，无你是定时转来，倒一工啊？我这嘛袂当讲啊，吼、哦。啊，结果呢，伊也毋知我安那转来，毋知定时转来吼。哦伊嘛甲判有罪啊！啊，结果呢，即过去黑名单的吼，拢判5个月、6个月一颗罚金吼，罚一下金就放你去啊！吼，结果呢，独独我甲判一年，判一年是爱关呢，所以结果呢，我倒来台湾后关365天，一天都无甲减。哦，即365天啊，阁无好过呢吼、哦。我伫台湾坐3个工作呢，
开始甲掠去时阵，拐入台北土城。啊，土城呢，含另外一个外太人的关做伙咧，吼、哦。好、哦，我来甲抗议啊，讲，啊，你狱政是会晓办啊，袂晓办哈？啊，我是判一年，啊，含迄个太人的重刑判十几年的关做伙，哪有这款狱政？我袂使袂使，你甲找一间房间给我落，我要关一个人诶。伊讲无啦，阮都无房间啊吼。啊，你若家己一个人关吼，啊，你若自杀，伊嘛麻烦咧。哦，我靠呀，我拼倒来台湾自杀，哪有这款道理？讲无啦，我就是要一个人一间安尼吼。啊，结果无偌久呢，就甲通知讲有啦，会高雄燕巢吼。伊讲讲吼，会使有一个人一间诶，你要去无？我想想讲，哎，反正互你关吼，关伫高雄，关伫台北，差不多啊，拢无自由啊。我好啊，我来啊，好啊，就甲啊去高雄燕巢。我高雄燕巢，即间阁袂歹呢，差不多那像日本厝安尼吼，一间伊古早关差不多十几个人诶吼，即摆剩我一个人，哇，袂歹咧吼。食饭饱，阁会当散步伫房间内底吼，但是伊地板歹吼，有当啊无小心落来吼，地板烂去吼，会落来安尼吼。啊，即摆不早咧讲，哇，边个拢趴伫个涂骹咧写字吼，有影咧。阮即个房间内底吼，啊无椅啊无桌啊，吼，啊结果呢，我喺房间内底阁。佫加好咧，我摕一挂纸箱啊吼，啊做桌啊安尼吼，啊至少有纸箱啊会当做桌啊写字安尼吼。所以我伫高雄燕巢，关几啊个月吼，啊你有听讲，台湾有一个外衣间呐吼，叫做外衣间，啊感觉是无围墙吼，较自由安尼吼。我讲安尼袂歹哦。我来个穿看嘛，安尼吼，啊呀，业主讲啊，你这案吼可能袂准呐，吼、哦，你这要试怎个哪会准，吼、哦，啊，到尾我穿呢，到尾阁有准呢吼，怎个送去台南的山上乡吼，遐、哦、一个外衣间呐吼，外衣间有啥物好处呢？外衣间内底吼，会使周休二日，吼、哦。你拜六礼拜会当放出去吼，啊！你拜下才回来安尼，哇，真赞啊吼！佮周休二日的安尼吼，啊，所以结果我伫迄个外衣间吼，啊，叫关甲最后才放出来吼。啊，我是讲，迄阵拄啊拄着呢，台湾的这关市长选举了吼、啊。我想讲，我互你关伫遮无代志咧，永远无代志咧，安尼好，我互你拼一个选举咧吼。所以我就登记民进党的台南县长候选人，要还没拼一下吼。结果呢，候选人呢有四个呢，一个是立委，就是陈东山啦吼，一个是省议员贾三星，一个是省大的教授姓杨德全，啊，搁一个我吼，啊，我是关伫内底，啊是要安那下人选吼。大家拢伫外口足自由，会当邮票啊！啊，我无多邮票啊！啊，我就利用透早吼，啊，八个时阵好，就去敲电话啊，好啊，去邮票，邮东完邮票。啊，结果呢，这四个选举内底，结果我是第一名呢，我变成做民进党的台南县长候选人呢。哇，国民党嘛真紧张啊！吼，啊，当要安怎？结果呢，修改选罢法，无要让你选了对。伊讲你服刑未完毕吼，袂使去登记，登记参选袂使。我登记和服刑哪有关呢？对不？啊，我这个要选的时阵，我就已经放出来。结果我查到我两三天吼，都放出来吼，结果袂当选吼。啊，袂当选，我就讲好啊，袂当选就袂当选啊，我就放弃啊吼。啊，结果陈东山出来选吼，啊，高票当选安尼吼，所以有这段故事啦吼。啊，咱是不是来歇五分钟吼？啊，再过来继续，安尼好不好？